大黑，听说你有人体洒水器之称，太多汗了，这样抖一抖，然后水就这样喷出去了。那这部分来讲的话，我们的交感神经会过度的活跃，活跃的话就刺激我们皮肤下面的这些，汗腺，那这汗腺就会开始分泌很多很多的汗水出来。然后我以前就有个朋友，他就是拿那个包海苔，里面有干燥剂，然后把它贴在腋下。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，请锁定 UDN TV 健康日记。